先秦秦汉时期，人们本习惯席地而坐，这幅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则描绘了一位肩扛坐具的侍从。这种坐具是最早由西域传入汉地的高足坐具，它接近今天的马扎，可以折叠，便于携带，是当时出行必不可少的物品。请问这种坐具可以被称为什么？ A. 交椅， B. 胡床， C. 全蹄， D. 独坐。 A、B 两个选项是确认的，交椅和胡床。这个不光在徐显秀墓的这个壁画里面出现过，其实我更熟悉的是在莫高窟的壁画里面也出现过。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交椅和选项 B 胡床。祝贺杜佩文回答正确。我们看选项 B 这个胡床啊，胡床始于汉代，后来呢又改称交床。有学者认为呢，后世的交椅就是由胡床演变而成的。中国汉代以来，一直到唐代的中晚期，主要都是席地而坐。实际上这种高腿高家具啊，真正在中国流行啊，是在晚唐以后，其中呢有一部分就是从这个胡床演变过来。现在也有不少就是折叠的，大家知道它不占地方，用用方便啊。还有的就演变成那种椅子了。那我们生活中常听到一个说法，说第一把交椅啊，交椅和权力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？在野外行